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，让我们共同学习，共同进步。首先，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。然后，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这个热水器免拆为什么洗不干净？最近有很多网友发信息给我说，他们做这个热水器免拆的时候，为什么洗不干净？没有污水，对吧？污水很少，然后水垢也很少，然后像这种情况啊。我给你们做一下分析吧。首先，第一个啊，这时候肯定会有网友说啊，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就是说免拆怎么怎么样啊。首先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免拆和全拆随便你选择。我只是今天说这个话题啊，为什么免拆你洗不干净？为什么我洗出来就有很多水垢，对吧？大家也看到了。首先，第一个啊，就是药水的问题啊，后面我再讲流程啊，就是药水的问题。这个药水的话，一定要用好的药水。有很多网友就是认为，热水器除水垢，对吧？就是柠檬酸啊，起到作用。这个确实是，除水垢确实是柠檬酸啊，带酸性的东西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你们到网上买的那种一袋一袋的啊，一大袋的这种，然后它这种的话是属于这种可以，就是食用级别的这种。柠檬酸就是我们有时候喝的一些碳酸饮料，对吧？它里面也有少量的添加，甚至有的柠檬酸你兑水之后还可以喝，对吧？只是说不可能真的去喝，对吧？只是说可以，可以喝，然后我们用的药剂是那种一瓶一瓶的，它上面写着热水器除垢剂。它的成分确实也确实是柠檬酸，但是我们用的是复合型的，知道吧？复合型的，就是说它里面有柠檬酸的同时，它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这个化学的这个药剂在里面，它是复合在一起的，相当于给大家打个比喻吧，给大家打个比喻，比如说40升的或者是50升的，对吧？你要用4斤或者是5斤这种。一大袋的我们买回去一大袋的这种药水，你要用4斤或者是5斤。但是如果说你用一瓶一瓶的这种，热水器除垢剂，也许你只用最多也只用2瓶，对吧？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比例的话，最多也就用2瓶，其实我们用一瓶也就能够有效果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药剂的问题就解释到这里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们说一下流程吧，我们说一下流程。其实我们，洗热水器就是给它浸泡，把药水打进去浸泡，浸泡半个小时，当然，我知道有很多网友也有很多键盘侠啊，但是我想说一下我的做法，你们认为泡多久合适你就泡多久，甚至可以泡2个小时，可以泡5个小时，也可以泡1个晚上都可以啊，但是我是泡半个小时，对吧？泡半个小时，然后一边浸泡的时候一边加热浸泡，因为我们的热水器在加热的过程中，它的药剂会产生的效果会更好，对吧？然后浸泡完了之后啊，然后我们就排污。排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热水器的这个热水口把它关掉，就是我们的喷头，对吧？反正不要在热水口这一块进空气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排污之前，你肯定要排气，把它打开。等你排污把这个排污口拆开之后，你就把它关掉。它排污的话，它会有一种晃动的比较厉害，里面的水晃动的比较厉害，所以说它这个水垢它也会排出来的更多，也会比较脏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们洗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用水枪给它冲洗一遍，我在前面的作品里面有说过，不要用压力太大的高压水枪啊。然后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的内胆生锈的很薄，如果说你用压力太大的水枪的话，它会导致这个裂缝，开得更多，对吧？还有热水器里面它有内置水管，毕竟我们洗的都是老的电器，它的水管很摇晃的，你再冲一下的话，它也许会把这个内置水管。也许会冲掉落，知道吧？可能这种情况很少，你们没遇到，但是我有遇到，
我不是用高压水枪冲遇到的，而是它这个内置水管刚好快掉落了，然后我排污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排污的时候由于水的晃动，它一下就掉落了，有这种情况啊，有很多其实，只是说你们没遇到，还没这种运气而已。像这种情况掉落了，你又要群拆，又要群拆给它装好。然后这个，说到这个高压水枪啊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毕竟是给大家做自媒体的，所以说有很多问题，我必须要站在客观的角度，给大家把一些能够出现或者是容易出现的几率给大家说一下。就像我们洗空调一样，我还是建议不要用高压水枪冲。我也知道刺聘它另外一头也很脏，你不用高压水枪冲不干净，对吧？但是刺聘的话，它到时候水压太大，进的水太多也会进水，导致电路板进水。你不要说你防护的好就没事，也可以，你实在防护的更好，它到时候也会搞到人家后面的墙壁上面也会有水，毕竟你的水压还是太大了啊，也会有各种问题，对吧？就算是你的水压就是进到自己身上也不舒服嘛，太大了嘛，对吧？就这样说也可以嘛，所以说，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说有这个几率出现，大家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啊，自己选择就行了，自己选择，你可以用高压水枪，也可以用普通的水枪，自己选择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的话，这个作品今天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，再见。